感觉好久没有走出来给大家录视频了。今天和朋友一起，来，我要矮一点。好，我就不说话了。Larry， 哎，我还蛮高的呢，在吗？好，刚才和 Larry 一起去泰国餐厅还是傣族餐厅？越南，越南餐厅，越南餐厅，越南餐厅吃饭了。友好的方、那边，那个叫火车头，火车头是免费加粉和加汤的，所以你觉得要是大肚汉可以过来挑战一下？像我一开始是不知道啊，我要知道的话，我让他们后悔有这个规定。刚才和 Larry 一起在一个农家一起喝茶，我觉得可能所有人跟我一样都会觉得到处都是龙井茶哈，所谓标榜写着龙井两个字的好像都是龙井茶，但是在这边喝茶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可能整体那种香气是一样的，但是那些细微的差别真的是差很多。有吗？我是觉得是环境给它加分，是环境给它加分。大家看一下这些地方，大公园的一样的地方，往那边还有好多路可以走，好多台阶可以上。
放养，好现代啊！哇，你这个还带着这个。作品金石丝竹席，对，我们是在两幢老建筑里面做这个现当代艺术。马斯密码，这个呢？这个是一个就是叫雨的系列，这些呢都是其实是，你看这个摩尔斯密码，它也是一个代表中文古诗，但是上面这你可以把它看雨滴，那这边是它的雨积起来的一个小水塘啊，这是用金箔，在这个多媒体布面金箔上面来贴。这个红色有点像那种矿物石，矿石。其实这两个基底其实挺好看的，我很喜欢。这边是两个艺术家的人之间的绘画，一个中国一个外国，然后中国艺术家是雕塑，外国艺术家是一个画。其实是，两个是用一个同一个时期的语言来对话。怎么理解呢？就是林刚老师他是用不同的材料去塑造他的心目当中一把琴。这个琴是用不锈钢的材料，是工业时期革命的一个产物。那这个摩尔斯密码，就原来电报也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革命的一个语言。所以这个是两个之间的一个对话。那这幅的话是讲的是，白居易的《江南忆》，醉意是杭州，这首诗。
是这样，它这些老建筑不是原来在这里的，它是在江西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三个地方的老建筑，从那边移过来的。哦，都是江南式的那个建筑，徽派建筑。怪不得我觉得像徽派建筑。它因为中国的这个老建筑，它都是这个榫卯结构的，每个可以拆，没有钉子的，所以对，配合重新装。这里就是西溪湿地，西方的西，溪水的溪，然后湿地。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好难读啊，这个词组哈、啊。然后听说是它现在分两期，第一期已经好了哈、啊、现在是第二期，里面现在还有点看起来有点破败，但是风景其实是很好的。那前面一期已经做好的那些地方呢，有很多古建筑，已经超过200年的这些建筑，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在这里的，而是后来移过来的。他们把那些结构，那些木质结构给它拆掉之后，编号运过来，然后重新给它建立起来。然后视频里面应该大家能看到一些哈，不管是卖衣服的店，还是像刚才去的那个地方工作室啊，或者是办展览的地方。哇，我觉得真的，有时间，如果你在杭州的话，可以真的可以来一下这里。最近天气还是真的很好的，天气也好，不会太热，然后风景也好。刚是柳树出嫩芽的时候啊，真的，哇，看这里。这个应该是搬过来的那些古木头吧，但是这些木头也太破了，它还能塌得起来吗？三期，这里已经是三期了，刚才说到二期哈，三期可能是一个酒店群。感觉一下子回到了人间，哦，是回到了凡间。石磨肠粉。两个十块钱的，对，这就两个十块钱，两个十块钱一个的。